有机的瓜果类真的不一定比较贵，各位可以看一下，因为有机的东西它其实它全年的价格是持平的，惯性的东西一般农法的东西它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台风来，刚刚其实陈老师有提到说，如果台风来之前，其实你去市场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是，但是有机基本上因为不受到天候的影响，所以一整年算是均价，反而就是消弭了一些天候的因素嘛。是，那还有包括了，那我也很好奇哦，像是冬瓜或者是丝瓜类的，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有机栽种？因为跑开来里面的东西是不会受到污染的啊。一般像我们这个的话，我们种这个瓜果都要套袋。就是一大早的时候，果实蝇、瓜实蝇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把它套起来，我们就要翻啊，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就在那翻，这颗花有没有授粉啊？哇，有没有受孕啊？哇，这个瓜开始要大，我都套。所以我们的西瓜、冬瓜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人工，都非常的重。它只是说我们这样套下来的结果，就是说我这个皮上面完全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化学残留物，不可能，因为它从刚刚授粉的时候我就已经袋子套上去了。而且就算套袋了，我还是会有失败的几率。对，所以当然是我的成本就会很高，因为人工非常的高。经理的农场是在室内嘛，对不对？有室外的成分嘛？室内、室外都有。所以不同的品项，你们怎么去判断说它应该要怎么种会有最好的结果？像比如说像这个生命力比较好的，它长得比较快的，比较需要阳光的，我们就会种在室外，然后做室外的一个棚架。就棚架式的栽培，那比如说像小叶菜这一类的叶菜，它的病虫害非常的容易，就是对会有虫蛀的情形啦，对，非常可怕，就是只要一扩散开来，就整个都没有了，所以这种就一定要种温室。是，所以不同的品项有不同的选择，但是观众朋友最近呢，你在台北市看到的刚刚提到这种忠孝东路黄金地段呢，看到开了几盏 LED 灯，然后就把蔬菜种在里头，标榜你摘下来直接可以吃。里面种的蔬菜非常昂贵，像是芝麻叶等等，一株也有上千跟上万块的。你很好奇的是，为什么 LED 种的跟我们所谓天然天后的有机蔬菜价差会更大一些呢？其实来看到水耕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他们使用的是水循环系统，搭配的是现在最火红的 LED 照明，也推升了这个相关产业认为未来有前景的一个趋势。然后呢，他们说温度可以控制恒温还有恒湿，跟刚刚温室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也要请教教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水从哪里来，应该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们虽然说水循环，但是这个水干不干净应该是一个重点哦。是一个重点啊，因为水耕的这个部分再加上用 LED 这个部分，实际上来讲，比如像是 LED， 它只提供光线的这个部分嘛，让它产生光合作用。但是呢，植物要生长啊，它还需要它自己生长要的这个养分。那这个养分一般来讲，我们传统是从土壤里面来嘛，不管是矿物质啊，或者是里面所需要的这些微量的这个元素等，全部都从土壤来。这个时候，如果你水耕的时候，这些所有相关的养分就要加到水里面。那水呢，在做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些养分呢，让这个植物呢，在有 LED 光照的情况之下，慢慢来吸收嘛，但是呢，不同的植物它所需要的这养分的种类确实非常多，然后经过这样循环之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水呢，当然久了之后，这个水当然是会变质，是吧？是，在下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产生嘛。这个水怎么去净化？还是呢，这个水呢，只循环了一阵子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把它排放掉了。再加上加到水里面相关的这个养分，是不是如植物过去呢，在土壤里面所吸收的养分这样的均衡，这样的这个平均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另外呢，虽然是 LED 呢，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调整不同的种类的 LED， 那它的光线的这个频谱出来呢，在不管是在蓝光的这个部分还是在红光的这部分加强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让它得到比较好的光合作用。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LED 灯生产的这个农场现在都有这样的这个技术，是，而且这样的这个技术实质上来讲还有很多还是在类似人家在专门的技术在专利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实质上真的是有必要好好去比较一下，用水耕出来的这个蔬菜 LED 培养出来这个植物的这个蔬菜，跟我们传统从土壤里面用太阳光培养出来这个蔬菜做一个好好的比较。我会个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水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呢这个水已经是不好了或变质了，或里面微生物太多了，处理完了之后，这些相关的水是最后它的终结处理呢是怎么排放的，是排放到我们一般的河川去呢，还是排放在哪个地方去？这个是过去呢，其实在东部地区啊有很多这样类似这样的这农场啊，过去呢曾经就有发生过，哎，这样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水排放到我们自然河川里面来，所以这个也是整体上需要做考虑的这个事情。讲到阳光空气水呢，事实上能不能真的被所谓的灯光所取代，我们稍后有更多的讨论。非常重要的，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成本的来源。我要请教经理，你们的水是从哪里来？是的，我们的水源呢是来自旗山溪，就是塔塔家一路流到旗山溪。那我们整个水源的这个过程呢全部都是水源保护区，旁边没有养殖业，然后没有工业，所以我们的水源是非常的干净。溪水抽起来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浮沙，它会有很多的沙，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许多道的沉淀池，然后让它曝晒，然后让它沉淀，我们再大池收小池，小池然后再抽到水塔。其实看起来的确这个蔬菜上面没有所谓这种土壤的粘黏，但是我也很好奇的，我要请教教授，所谓营养的成分包括了阳光、空气、水跟土壤这些东西，全部都去除自然因素之后，这个植物的营养真的会够吗？实质上来讲，植物要很多的氮肥，很多的磷肥，很多的钾肥，那这些如果比如像在水根的时候，或者是在 LED 机照射的时候，你有阳光，你这氮磷钾这些肥料还是要给它，是给它的时候，它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是以所谓的化工合成的氮磷钾加到水里面流动，让它来吸收呢？还是你另外有所谓天然的氮磷钾这个来源？那这个部分就值得思考了。如果你是所谓人工合成的这个部分，然后只是照 LED 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哪个屋顶上用这样小局面的这个东西，那通常来讲，这些氮磷钾的来源就更令人担心了。如果这些氮磷钾是人工合成的氮磷钾的时候，其他的夹在这些氮磷钾肥料里面，其他的令人担心的物质，是不是也会被相关的这些植物呢一起吸收到这个植物的体里面，然后再吃到人肚子里面？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来讲，在把关的这个标准跟严谨度，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需要再进一步确立。听起来好像是田人的雄厚，所以也要请教这个陈老师，会不会说的确在种植方面还是比较推荐不要用这种。清晨六点要拜拜采买的客人已经上门来，铺子里飘散阵阵米香。这个是昨天晚上蒸的，这个如果早上来不及卖，要蒸三个小时。做工繁复的九层糕名为阿婆板，客人一拿好多盒，很受喜爱。天喜气的红板、八板、爱板，还有各种甜板、咸板，客家传统糕板摆满台面。代表性的龟板在六堆，颜色红白相间，特别不同。这个是一种代表性新丁板哈，就是说哈，这个两边白的哈，就代表南台。中间是厉害，现在可不需要历经生产那种辛苦才有的吃，唯一没变的是做法，乡亲们吃得出来。像这种我们叫安菇桂啊，我们在外面买的哈会比较软，好像不纯米啊，这种吃起来感觉比较纯米的感觉，料比较实在吧。二十多年，李玉英和丈夫徐世英总是天没亮就开始磨米浆。我们客家人说切米，比如说几分之几的这个糯米，几分之几的红蓝米，几分之几糯米又要配那个再来米，要压三个小时左右。也知道加了粉口感就容易调，但夫妻俩坚持纯米，坚持原味，也坚持绝对不减料。皮捏薄一点，料多一点点，吃的时候就很搭配，就很好吃的。小小客家菜包要给客人爆馅的满足感，其他米食也是分量丰沛，不光是李世英说的多一点点。我们红豆啊都是看得到，那个绿豆都看到，我们的那个红豆粒跟绿豆粒，这个芋头加的很多，这样吃起来才有咬劲，又很香。用料没吃干，便宜又扎实啊，用料实在，便宜又好吃，便宜又扎实。难怪客家人总说一块板抵三碗饭。李玉英想给的不只是传统的滋味，还有实实在在。用料不会粗干，便宜又扎实。用料不会粗干，便宜又扎实。谢谢钟宇老师。